전생의 홍해에는 얼마나 눈이 낮았던 거냐, 진짜. 这部韩剧《泪之女王》本周末将迎来大结局。TVN 官方今天稍早一抢先释出最新片段，失去记忆的金智媛被洗脑后，主动去金秀贤所在的拘留所探监，两人也是在手术后首次见面。虽然不少网友批评《泪之女王》剧情狗血，韩剧三宝的车祸加失忆加癌症统统有，但双金 CP 的超强演技依旧让观众每周都哭到不行。TVN 官方也公告，本周第15、16集会提早10分钟播出。